好了，日本人呢，圣诞节呢都要吃 KFC。那今天的10月23号呢，也就是今年的圣诞节，他们可以拿到圣诞节套餐的第一天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 KFC 呢，我们来拿我们的圣诞节大餐吧 ，Let's go。他完全不能让我刷卡，我就很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说我要买一只个鸡，就是那种 half the chicken， 炸那个烤鸡哦。就是对，然后但是我就不能够预约，而且就是。好像从哪一天开始就不可以现场。这么热门，而且它有玉米耶，现在。套餐4280赚划得来，超级划得来，还送一个盘子，还有 cake。但就是没有那个，因为它那烤鸡很好吃。我有，就是说我怕那天买不到，就对。先冰起来这样。那我去买。我要讲。我有。对，真的是圣诞节大家都在吃炸鸡，生意超好的。还有玉米耶，来个玉米好了。どちらです。何ですか？コーン。サイドをしてください。下です。This kind は、大丈夫です。我们在新宿见面呢，我们拿到了2022年今天才可以刚开始拿的 KFC 的圣诞节大餐，一只鸡腿1400，1400超级贵的，1400大概台币在400，台湾可以买一只鸡了吼 ，Costco 可以买一只鸡啦 ，Costco 才200多块 ，Costco 的。那我就要去吃。先去车站吗？这边吃。不好吧？盘子。我们在 KFC 面前呢，我们直接开 KFC 2022年的圣诞节的。纪念盘子，它每一年呢都有一个盘子。我今年的颜色很花俏哦。等，让大家看今年的花色。好可爱的。而且今天是第一天可以拿。对。然后太多人了，连那个买那个炸鸡呢都要排队，超多人在买。筒子，这筒子很漂亮，超可爱的。这个预定款还有，现场买不到了，买不到。这筒子带回台湾，很多功能哦。真的。好了，我们找地方去吃吧。等一下。哇。他已经收集了第三年了，这个就是你每年都要来日本过圣诞节才有办法拥有这个东西。这个收集这个的成本很高哎，对不对？非常可爱，鸡腿好笑啦，鸡腿热的吗？不是啊，冷的，冰的。对啊，我用那个真空包这样子，两只啊？没有，这是一个半只，一个大腿这样，一个大只。我好像没有在卖这样子烟熏的，这是烤的，然后自己回去加热。好啦 ，Merry Christmas， 圣诞节快乐！耶！刚还要吵架？没有吵架，因为我脚步比较慢，我是老人。旅程就是要留点遗憾，这还可以再来。好，那个鸡腿。
对，不能带，带回台湾就要被抓了。然后它是旧青梅街道，它这边很多小巷，很多。流浪汉，出去打工啊，但有一些 homeless 是真的有家，哎，他就不想回家，他就想要当 homeless。 台中有一个那个阿伯，他在 7-11 前面都在吃蛮牛。很传奇的一个人物，他真的有家，但他就不要，他就要坐在那里每一天当那个当 security。对，哇，今天天气超蓝的，而且他都有钱去买饮料啊，蛮牛很贵，这样。后面就是那个猫猫的电视台，3D 的猫猫。哪一个？你说什么东西啊？汤哦。哎呦，真的。热汤哦。你要喝吗？什么？热汤啊！啊，真的是热汤。一风堂的热汤竟然有饮料哎！不是，这是喝的汤。不是哦。错，这是空水。好喂喂。玉米浓。快快点！那不喝的茶吗？好了，我们来吃。我被你出来。天哪！那个羞耻心已经到了，没羞耻心。只要自己不尴尬，尴尬就是别人。放旁边啊！哇！傻眼了！哇，你看好香啊！好尴尬哦！酒精擦一下。为什么我要沦落到这个地步呢？因为那个餐厅不让我们吃。是啊，我顾不了我自己那个。我帮你拿。好香哦！我帮你拍。我自己拿，自己拿。我帮你拿。我自己拿 ，OK。好香啊！我帮你拿。哦，好吃啊！出息了。这里有很多话。你有在公车站吃一大桶的鸡块吗？啊？后面是什么？拍一下后面。哦，后面是那个卖票亭。那你会在台湾买一桶炸鸡等车吗？如果很好吃，圣诞节恐怖的话，没办法，在这边吃的好不好？不是我们爱在这边吃，是因为他不让我们，因为没有地方让我们吃，是因为他那个这个圣诞节期间禁止内用。内用。反正出来旅行就是很多不一样的突发状况，就吃完了。因为你早上吃很少，而且又冷冷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去搭巴士去机场。What a beautiful Christmas tree.